天狼星信息，关于不可阻挡的动力。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亲爱的人们，我们听到了那些一直感到自己被抛弃之人的呐喊，并且在努力地试图寻找一个生命目标。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形中，他们感到困惑，并且无法看到一个未来。只要他们能够领会正在发生暴行的背后事实，他们就可以明白重大变化就在发生。新世纪开始于今年的更早期，当时陈旧的能量开始让位给不断涌入的全新一切，这就表示暂时来说，他们两者对你们的想法都有着同等的影响。不过全新的能量必会替换掉陈旧一切，并且带来发展和改变，这会清晰地表明这条人类正采用的道路。你们因为正发生的事件而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回首一下并仔细地观察下他们，你就会明白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好。是的，冲突依旧在发生，而地球上的和平看似还在几英里之外，不过战争的徒劳无用已经被了解，所呈现出的一种理解。如何带来和平的解决之道的呼声正不断升高，而且他们的声音会被听到并被予以关注。请尝试以超越的眼光去看待当前地球上的不安，并明白你们的未来是被确保的。来自更高层面的许多灵性团体正在支持着你们，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带来和平。他们无法强迫自己帮助的力量在你们身上，但已准备好这么做，只要你们以正确的方式回应。当你们首次进入到这最后的时代，都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的选择权，根据你的发展意图进行选择。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是被给予着指引，当你面向更高之存有的帮助时就可实现，但通常都被予以忽视而采取你们自己的方式，而结果就是你们把自己设置在了一条你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依据自由意志的赋予，你们继续的成长，却没有朝向彼此之间的合作，而宁愿单独行动。一直以来，你们都被给予着指引，但最后的决定权是由你们追随自己决定的方向。所以你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你们看到的就是你们选择的结果。今天你们面对的是更多可接受的情况，因为那些一直把你们处于一种虚构的战争状态的影响不再有力量把你们束缚在这样的情形中。在你们周围有着一股不断成长的行动力，为了和平与改变，它将变得如此充满力量，任何事都无法阻止它的发展。新时代已经开始，并且只要你们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上面，将更快地使其成真。科技的许多发展正等待那个时刻，到时候你们将以飞速的方式量子跳跃。最终，你们会随之发现和平同时将呈现出人们之间团结的巨大力量。所有的需求将逐步地获得满足，而且在我们的帮助下，其速度会让你们惊讶。所以我们请你们不要让自己的信念消退，同时明白未来已经看到，而且你们会从当前的灭亡中提升脱离。结局已被神圣钦点，没有谁能够改变它，而且不像过去的时代那样，这一次将是一个幸福大结局。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将在自己的人生期间看到这些改变，而且他们之中的一些此刻已经发生。我们总是在看护着你们和你们的地球母亲，
因为他也极大地参与到这些转变中，最终将看到一颗新地球的呈现。这些转变当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但这就是你们所知的未来呈现，请准备好地球所处的位置。在其中，你们已经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最大的发展。提到这里，我要提醒你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你们已经生活过很多事，而且你受到了你的指导灵的帮助，选择那些能够对你有最大益处的体验，帮助你进化。现在你们发现自己收获了这些体验的好处，而且你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发展到一个不需要继续在更低的振动世界中转世的关键点。没有人选择谁会离开他们，同时这是一种经由你已取得的层次自动获得的挑选结果。因为你们长期的旅程即将结束，请欢庆与热切地举杯道贺，并稳稳地扎根在神圣之光中。整个宇宙等待着人类种族继续前进，而且在你们的进化道路上，这是一个远远超出你们可能感激的伟大时刻。伴随着你们的扬升，将呈现出许多的喜悦之情，来自许多转世的老朋友和伙伴将在欢庆的气氛中加入一起。我们银河联邦紧密地跟进着你们的冒险经历，最终将能够展现自己，并在地球上与你们会面。在不久的未来，我们有许多要一起合作的，而且我们将帮助加速你们抵达更高的维度，同时援助你们稳定下来。不管现在地球上正发生着什么，这些都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新时代正以过去从未有过的速度浮现而出。在旧时代即将关闭的时刻，正向你们展现的是那些无法释放自己受困信仰的极端分子的种种行为。然而，简单的答案便是识别并接受。所有灵魂都是一体的。在这样的情形中，你对其他人做什么，就如对自己做一样，因为你无法让自己从发生的任何事中分离开。合一是根本就近的，并且作为一个集体意识，你们决定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唯一的例外是，何时这股力量比地球上决定去介入的人更加强大，并且决定着你们的未来。这通常发生在一个即将关闭的时候，带来一个结束。然而，它完全不会干扰到你们的自由意志，至始至终你们都在使用它。作为一个个体，你选择你行走的道路，然而，也存在着某些规则应用到你所依赖的最终目标上。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同时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注意到更多的灵魂开始扩展他们的意识层次，而神圣之光正前所未有的扩大着。这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分离在发生，因为会有一些人已经选择了这条脱离黑暗的光之道路。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将继续前进，并最终在更高的振动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谢谢你 SLUSA，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